用了这些出国超方便，三 C 旅游懒人包。我要坐计程车什么方法？其实上海他们也有叫做一个叫这个部分。我教大家一个 people， 有时候如果你位置实在太远，他不愿意过来载你，有一个叫做备注，备注就说。真的难。三 C 旅游懒人包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